其实掌握到中后半段的一个连击哦，哇，这个是打了半个铁笼哦，压着打，
你可以发现其实柯蒂元的拳法不太一样哦，他有点像是泰拳从上往下打的，而不是像我们直接丢出去的那种风格。是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，这个王靖凯这边哦，我觉得是绝对要阻止柯蒂元的往前压迫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决胜第三回合哦，这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的铁笼搏击的比赛并不会有延长加赛哦，如果平手的话，就是直接判平了。双方在第三回合马上就比较温和，开始先去摸索试探一下。哇，一个前蹬很漂亮哦，接腿之后反击右手。柯蒂元还是压进去。哇，刚刚一个左手刺拳扎实的打在蓝方柯蒂元脸上啊，我柯蒂元压进去。哇，双方你还稳稳的，是到我的口袋，我们就换拳吧。那王靖凯当然就是边退边打，还是想把距离拉长。哎，漂亮一个下段。柯蒂元开始泰拳慢慢的压迫了，节奏就没有像前面两回合来得快。现在双方稍微把节奏放慢了一些。又一个下段。你可以看到飞哥，其实两位在第三回合随着体能下降，哦、one two， 谁都选择在中距离慢慢的试探，而不是像前面两回合左右游走，刻意的把距离稍微再拉开一些。拳手刺拳，应该是试图想要再恢复一些体能之后呢，再来反打一波，抓一个机会。前两回合油门吹得太凶了，哦，这个比较常会看到一些比赛经验比较不足的选手，会有一些体能调配和节奏的一些问题。不过其实双方在中距离进去那一瞬间反应都还是很快哦。哇，又一个下段。是，柯蒂元这边还是拿出他擅长的泰式打法。哇，进去了一个左右勾拳。哎，漂亮的左边的西撞。哦，单拍的 clinch 就得要放开了。不过铁笼搏击规则跟泰拳还是不一样，你不能一直缠着连续的西撞。没错。clinch 状态单拍西撞完之后得要放开才能持续的连击。刚刚漂亮一个红方王靖凯推开之后下段做一个中距离。好，现在呢，王靖凯是想把距离再拉长。不过你可以看到飞哥双方的肢体语言都显得有点疲惫了。是是是，但我们刚才讲到王靖凯这边试图，因为他真的是很高了，他身高有190公分，我觉得他如果未来这个踢腿的部分可以再加强的话，绝对会对他的距离会来得更好。哇，这边的下段又造成效果了 ，low kick， 马上压进去了，完全软脚哦。刚刚那一边，哇，刚刚那个下段确实有造成效果，是踢到王靖凯这边软脚，一看到呢，柯蒂元是认为机不可失啊，马上冲进去了左右勾拳，结果不小心滑倒一拳。哇，现在换王靖凯要把分数拿回来。好，那比赛结束了。啊，双方选手都是拼尽全力啦，但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场边的裁判哦，到底是怎么解读这场比赛？哇，第一场的 case striking 就那么精彩。来总结三个回合，要想怎么看这一场比赛？其实双方真的是平分秋色哦。对，红方王靖凯，拳的打点非常多，但是柯蒂元蓝方来自金霸的泰拳手就是压着。腿啊膝啊效果也非常好。是是是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谁能够拿走胜利，交给裁判的手中了。我是你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先把掌声送给两位。好，这场比赛很难分难解。目前三位裁判打分如下：
一号裁判28-29，蓝方胜；三号裁判30-28，红方胜。关键性的二号裁判28-29，由蓝方奋起判定获胜。恭喜金霸泰拳的何迪元，也感谢红方的参赛。哇，结果最后是分析判定啊，果然是这个边是重击重拳重腿，有掌握住几波这个比较明显攻势的柯迪元，最后以分析判定。